电影《辣井霸王花》昨天在双威金字塔购物中心举行发布会和首映礼，现场除了有导演钱国伟以及监制黄永峰之外呢，剧中女主角陈丽香和童冰玉也为了展现辣味，不约而同穿上了大红色的裙子亮相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部电影有70%的戏份是在大马取景，对此呢，导演钱国伟大赞大马是一个拍电影的好地方。我有嚟睇景啦，咁同埋之前我有嚟做演唱会，其实我有啲帮我啲朋友，譬如郑伊健啊，佢哋都有份演唱会，所以我知道呢度好靓，有好多风景。系啊，呢边对于电影嘅十分，我觉得都好。即系譬如我哋套戏咁，我哋好咁喺香港好难揾到一个商场会俾我哋。辣井霸王花将在本月13号在大马各大戏院正式上映。